现在是下午的3:10，我收到一张明信片，这张明信片是从冰岛来的，他写悠悠应该会超爱，其实大家都很喜欢悠悠，可是悠悠真的很机车，我真的想每天早上都跟他，今天早上才想跟他8楼，今天早上我又骂他。好，他写可爱的新天蔡琳还有老爸你们好，这是一张来自冰岛的祝福，周老爸赶紧计划带新店蔡琳来这处处都是拍大片的地方，自助的话10天一人的预算抓新台币10万，所以我们如果要10天就是要抓40万，跟纽约哦，可能比纽约还贵，除了吃以外该玩的应该都可以玩到，然后他有留下他的 IG，谢谢你，来自冰岛的祝福，谢谢。其实现在我工作啦，工作到一半，可是我想说就，我要先去拿一杯咖啡，再跟大家聊一下我平常工作的状况是怎么样的。其实今天我比较少入日常，一直到3点多、哦，因为早上，哇，今天有点凉欸。今天我在拍一支合作的影片，哦，然后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烧肉店今天是礼拜二，今天没有营业，烧肉店正在改一些东西，改风管啊那些有的没有的，把它做更好。好，然后我要拿一杯咖啡，我要一杯大乐美，大乐美，烧肉店的。不用不用加，我昨天说要来买，结果也没有来买，就是先，我今天没有带钱，算了没关系，我零食还非常多，我先来看一下有什么比较值得买的。哦，这是酒的联名，有 Jack Daniels 跟那个红马 Rimmer Martin， 我记得这也是酒的联名。哦，这饼干今天蔡琳有买过，等一下我照给他看。哦，然后哦对，这是这边有写啦 ，VSOP 人头马的。哦，然后还有这个，这我没吃过。然后还有白色的这个三角巧克力，比较心动的哦。如果我比较心动，看起来是这个，这应该是杏仁，这是榛果的，这应该不便宜。榛果的感觉比较好吃，这个包装也是蛮漂亮的。意大利的，好，没有关系，反正看起来还好，没有这个也蛮漂亮，可是没有特别心动。拿一下我的咖啡，应该快好。好，谢谢。现在3点多是拍片比较紧张的时候啦，因为其实我怕现在的就是现在是阴天是还好，阴天因为现在是下午3点，所以我能拍片的时间我抓大概是到5点，因为5点以后整个天空的色温就会不一样，所以我都是在我的办公室拍嘛，所以那整个照起来感觉不一样，所以我一定要赶在这1个多小时把这支影片拍完，那个色温才不会差得太多。毕竟如果是我自己乐，就是自己开箱自己什么的影片，我觉得那是无所谓，可是合作的影片就是希望能够达到一个自己要求的一个水准，好，所以还可以。然后我最近有买，跟大家讲这个香菇啊，我早上有吃了一包，它虽然是3只松鼠的，可是我目前啊，我买了几个牌子啊，香菇脆，这是香菇脆，我目前觉得香菇干最好吃的还是 Costco 买的那个，如果大家喜欢 Costco 的，就是不是大家喜欢啦，就是如果大家有去逛 Costco 还是建议去买啊。这三个品牌我觉得在我吃起来，我有空再吃，我有各吃一包了啦，我觉得差不多。
然后比较夸张的是这个红枣，我觉得这个红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买，这一箱啊真的吓死人了，100多块而已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这么大一箱，而且是很大的品牌哦，哦才100多块，大家、啊、我把链接放在底下，你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。其实这两个好想你我还没吃过，来吃看看好了。然后这个是蛇里跟蛇里的。这个是什么品牌啊？反正我当初都是搜寻很大间的哦，跟果珍心这两个味道吃起来，我觉得差不多。拿这个好了，好拿去楼上。啊，他们在忙，今天就先我先上去。好久没有去楼上跟大家聊天。啊，等一下，一只手真的很困难。啊，我的胶带忘记拿，我刚才是要来拿胶带。拿一个胶带，就后来拿了一杯咖啡，然后又拿了一包零食。那个红枣其实蛮适合大家买当零食的啦，那个其实在台湾价格蛮贵，然后去大陆玩导游卖的价格也不便宜，100公克真的，我昨天自己也吓一跳。其实我买的时候有时候没注意看，昨天我们店长一吃就哇问我多少钱，我一看哇耶。100公克一箱哦，才100，还不到200块。好，这就是我在拍片。好，跟大家讲一下，哎，电话响，我看一下是谁找我。喂，你好，是。好，没错，你就直接进来就可以了。好，你就直接，哦，你就直接我们工业区，你就直接开进来，然后他跟他换个证件，他一个小时他就收30，你直接开进来就可以了。对，就是我，对对对，没错没错 ，OK， 好，好啊，那你等一下直接正门进来就可以了。好，我等一下下去，好，拜拜。有一个厂商要来找我，然后我现在拍摄又拍到一半，我大致跟大家讲一下啦，然后剩下的就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。齁，反正我拍片的习惯啦，真的，我开箱类的，有关开箱类的，我就是喜欢用这样的桌子的呈现。然后我刚才拍一个感觉，我是希望，因为我是要讲我就是拍片的一个历程，就是所以我希望我总共用过4台相机嘛，比较主要的从6500第一台到 A73 到6400到这个是我现在刚拿到6600，我希望我有一种那种拖拉的感觉，有点底片感。这个 Casey 也是呈现过类似的，就是我希望第一个画面就是呈现是这样子，然后我这样子拉过来，再把相机放上去。然后这是我早上去买的麦克笔，然后鞋我哪时候买的，然后大约我的使用心得是什么，我整个呈现希望是这样啊。然后我刚才在找胶带，其实我有胶带，可是我特别又去楼下拿这个白色的胶带，因为其实我希望就是胶带贴上去的时候啊，因为要有连结嘛，所以胶带贴上去的时候就是我希望做一个比较夸张的，就是画大，就直接粘一个叉叉之类，就是，可是这颜色就稍微啦，也不要说真的太显眼，就是直接，其实这样看起来拿绿色电线胶布会更好，好就拿更有颜色，这个也可以了啦，就是呈现这种感觉，拖拉的感觉，好，所以我正在刚才去楼下拿胶带。好，那我要下去了，有人来找我吃一颗这个好了，这个是第一品牌好想你，然后我的相机全部都准备在这，还有一台 A73 在那边、哦、这个跟楼下的好像 不太一样，这个比较贵哦，这个哦、它是小颗小颗的，楼下那个是大颗的、哦哦、差不多
小颗的枣味比较重。好了，就先这样子，我先录到这，因为有一个客人要来找我，我就不多讲了，拜拜拜拜。